孙做狗猪两种命，五个月牢饭吃好吃慢。韩总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安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想看动漫。叶祖静和孙鹏的18岁独子安佐在美国社恐攻被逮捕，日前案子结束预审程序，移至正式诉讼审判庭进行审理。我是很感谢支持我的朋友，之后的事情你们自己。所以就请三位老师来泄露天机。人在异乡有没有？力不从心了。鼓掌难鸣了。张伟仲用姓名学分析，这安佐的安是个宝盖头加出头，代表会有贵人出头相助。而今年狗年属土，与佐字是土土相生，不过明年猪年属水，可是这是土相克的。所以安佐如果今年在贵人帮助下官司结案的话，会比较有利，拖到明年就不能说我乌鸦嘴。江伯乐则是补出地水师卦，说安佐没在10天内被释放的话，官司可能会拖到明年2-3月才有结果。不过小梦有不同意见啦，他说塔罗牌抽到钱币五正位，指出安佐5月虽然有很多好消息，但要到10月才能结案返台。流动新闻，等结果就知道谁准了。报道：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 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